咦，宝贝宝贝，你快看，哎，别动别动，动啥动啊，你看妈妈刚买了个口香糖，我才发现这里边还有个贴纸呢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看了吧。妈妈妈妈，能给我吗？不能给你，我这刚买的，我给你干啥，我这口香糖我自己吃的，这个贴花我自己贴呢。那我可以变出来。哦，天哪，这个小屁孩净说大话，你还能变出来，那你要是能变出来，那小朋友都在家里变吧，都别去那个超市去买了。看我这有个网子，这网子有啥？啥都没有。用这个来变，这不是我做饭的网子吗？这不我蹭馒头的吗？我用还不行啊！行行行，你用吧。来，变，怎么还是啊？哈哈，我就说你变不出来吧，你还不相信？那好吧，看小朋友能不能帮你变。来，哇塞，这么多！哎，我天哪！我又不抢你的，但是你这个肯定没贴纸，我那个有贴纸。这上面都有贴纸。哇塞，我们选一张贴好不好？我要这个。行。吃的，不是伟的西瓜。哇！这么多小猪佩奇，来来，我看一下。不给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不要你的，我看。哇，我们来选一个贴吧，选哪一个？猪爸爸还有门。真的是呢，我们选哪一个贴啊？对。我自己贴，我能贴成功。会贴吗你？我才不相信你能贴成功的，这个可难了，有的时候贴下来起下来都花了。反正我是不相信你能贴成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相信他能贴成功吗？哎，他肯定是贴烂了，贴花了，这拍也不行。好了吗？嗯。我看看。成功。我看看。哇塞，这个这啥，真的成功了，这个羊羊羊。也太漂亮了吧。